英国知名的房产经纪第一太平洋戴维斯八号发布公告称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日前斥资2.6亿英镑购入了伦敦劳埃德大厦。据了解，劳埃德大厦是英国最大的保险机构劳埃德保险公司的所在地，也是伦敦金融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。近年来，伦敦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以及亚洲企业投资的热点地域之一。中量联行统计显示，亚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去年在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额高达12.5亿英镑。